成都火锅店太会玩了吧，不管是麻小还是白灼，通通煮火锅，满满一锅的小龙虾就问你心不心动嘛。牛肉都是看到师傅现切的，东大一盘必须整个全牛宴，一牛七吃太划算了，你想吃的部位全部都有，简直就是火锅界的牛肉天花板。最后整个豪华小龙虾火锅牛肉面，这碗面我先冲了，在这儿火锅还能配椰子，配盖碗咖啡，椰子超高的水果冰粉，一整个暴灵盖住，太夏天了嘛。老板，真的不打算去开个饮品店吗？